马祖凯。来，你上来，你上来，哎，你再上来啊，你再上来。哇，总共有八台液晶萤幕哎，哪里？哦，分数啊，好爽。昨天他打赢孙万武也是赢后面两局。哦，是啊，他是第一局分掉。第一局好像16还是7吧。上次撑第五点撑赢的那个啊，忘记了，我忘了。什么？天鹅贤一下下面是上天吗？上天拓马。桃田贤斗，那是更年轻的。对啊，他们最年轻的那个新黑马。那是第二点呢，那在日本排第二。哦，对。最年轻排第二。对啊。欸，他18岁而已。是啊，他18岁而已。哎，他好像17还16的时候就我的拱网我控不了。这跟你说过了，拱网你没法走。我再滚4颗。致命抽对角没用。捡一下那个。Let it go。应该打第三局的、啊，刺激就不回来了。你忘了2006年有一场很帅，林丹拿好像19-12。对啊。改林丹边准。第三局，嘿，好，欸，那个什么去了？有一个叫做阿玛亚马逊吗？Amazon， 一个日本人，他拍的影片，他都是以斜的角度去拍一种，你知道吗？你说 YouTube， 好像有看到，应该知道吧？跟那个 Yes Come On 是同一个那个。哦，他好像在旁边架摄影机吧。他是拍斜的，我觉得那角度很好看，好棒。还有近。对，超近哦，超近。你那边学陈水扁？啊？逆转身？不会吧？可是也不是不可能呢，以为神 hold 啊， hold 住你。我觉得他还是 hold 得住啊。应该定杆。哦，定杆。好了，看第三局了。
这个半场很快，才5分钟哎、欸。